我觉得真的是好的、精品的，有一件是一件啊，有一件是一件。其实这个颜色，这个一佩戴颜色就深了。对，这个颜色就是很温暖的颜色。就为什么鉴别这个高抛不高抛，就是它的颜色不均匀的，这是没有高抛的。如果是均匀的，反而是那个用快速高抛过的，要是一挑出的是一个一样一样的，那个是有可能的。所以这是它的本色啊。18次出价。3253-0198，感谢啊！还有前面一个，这个能缠几圈啊？挺我大的吧？是5圈儿，男士应该是4圈儿。相当于8米的珠子是吧？它的对孔比八小一点，对孔是7.45。那差不多八。对。男士的话也可以加个配饰我啊。天呐，0198来齐了。恭喜3253，这真的是恭喜。真的是恭喜！七南蟹的价格买到了珠子，恭喜恭喜！